带大家来到彰化市这一间只要268块，非常适合长辈以及喜欢吃素的人来吃的自助餐 buffet 哦。很特别，我第一次看到还有这种现煮自己拿的卤味，这个素卤饭看起来很赞。Man 啊 ，Man 啊！那时候我在网络上找这个，就是在彰化叫做清新园食坊这一间。哦，它还有一个停车场。看一下一下，平日268。假日2328，一位。好，有来过吗？没有，没有来过。对，我今天是平日268，好，谢谢。然后没有收服务费。OK。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哦，你看它这边有水果，水果也是很多种类，还有这个奶酪，很特别。我第一次看到还有这种现煮自己拿的卤味。香菇啊，高丽菜的，然后上面还有王子面，然后这边的话是素的卤味，自己煮，还有冰淇淋，然后这边有酱料、冰棒，然后有一些凉菜，哦，这是杏仁豆腐、莲藕，这好特别哦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还有这种精致小菜，这边的话有。还有炒米粉、艾草桂，哦，这个是汤，哇，汤料很多啊，两种味噌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 ，man 啊 ，man 啊，你把我当一般人就好了。来，时间已经有一点中午了，所以有一些都已经有被拿走了，这边还有。它还有冬瓜茶、热奶茶，还有咖啡，没办法。好啦，我来了，我觉得它的这个素卤饭看起来很赞，这个素卤饭看起来很赞。然后上面还加了一些辣的香椿酱。然后这边的话是，我点了高丽菜、茄子，还有一个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然后臭豆腐。还有一个我很期待的，很特别的，它是那种类似是辣酱的那种炒手，然后这应该是炸的地瓜，然后卤萝卜，它这个应该看起来有点像是炸的，然后里面很像是糯米类的东西，然后它有那个现卤的这个卤味，然后我拿了杏鲍菇，跟我最爱吃的素鸡，先来吃吃看它的这个饭，感觉不错、啊。它的卤肉很好吃，素卤肉，它里面还有放很多这种小米梯，我超喜欢这种小米梯，然后酱香味很足，然后有那种豆豉味跟榨菜味，然后这个是辣的香椿酱拌的饭吃的感觉，哇，那个香辣香椿酱超好吃的，来试试看它的这个馄饨，我觉得这一间可以带我妈来吃，它光是饭就可以，因为我本身是个饭桶，所以这一间光是饭它就很够我的胃了。就是这种东西，这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哦，其实咬下去会很脆，然后很有口感，可我不知道这个在素食叫什么，不知道有知道的人可以留言一下。空虚会吸超多汤汁，这个汤不错喝，那种中药香，清清淡淡。老板娘非常的热情，那刚才还想说，哎呦，请你吃，哎，你怎么那么好，还帮我介绍？我说没关系，我也是帮德妈来看的。你看德妈真是造福群众了。好了，这一间我觉得还不错，而且它的口味很多，然后味道也不错，而且我很喜欢它的这个卤肉酱跟它的那个加热卤味，然后还有它现榨的这个杏鲍菇跟那个果汁，我觉得都很不错。然后这个价钱应该没办法嫌的吧，230多块而已，然后不加服务费，还不错，而且环境还蛮干净的。好了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